跑马地的这家环保小店呢，我们之前也都介绍过的了，最近就新增了裸卖食材的部分，去开铜锣湾的朋友就可以过来看看啦。店主 William 说，发现这区的街坊对裸卖食材的需求有增加，所以而特别增设了的。现时部分的食材还是外国的有机货。面食类呢就有意粉类和荞麦面。咦，还被我发现到有意粉饮管添，虽然没得裸卖，但总算是支持酒胶饮管的另外一个选择，用完煮埋嚟食都得。另外还有五谷、早餐谷物类、干果和有机面粉。用纸袋或者自备容器装起，再磅就 OK 的了。除了卖裸卖食材，冬季也都有不少本地品牌的产品，好像这个用茶菌母做的发酵茶。食素的朋友呢，就可以试试这款本地制造的德国酸菜。小店3月已经新增了环保家居清洁和个人护理产品的 Refill Station，